原标题，知名度低的凌烟阁功臣，在敌人的监狱里为李世民收获一员猛将，又救了李渊的命。唐太宗时期的凌烟阁24功臣，都是为唐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人，他们中不少人为后人熟知，如防谋杜断、善谏的魏征，以及善于打仗的李靖、秦琼等等。有一个人也位居凌烟阁，但他的知名度要小得多，他叫唐俭。唐俭的父亲和李渊是好朋友，唐俭和李世民也是好朋友，他在隋朝末年就看清了形势，建议李世民父子起兵。从这个方面说，唐俭的知名度虽然不高，但他的作用却不小。太原起兵后，他自然追随李渊父子，成了李唐集团核心中的一员。公元619年，唐俭被刘武周的悍将尉迟敬德捉住，同时被俘的还有李孝基、袁军史。在监狱里，唐俭对尉迟敬德开始策反，很快他做通了尉迟敬德的思想工作。虽然尉迟敬德几年后才降唐，但唐俭当时的策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在监狱里，唐俭和袁军史关在一起，两人在聊天中，唐俭听出独孤怀恩有谋反的意思，可自己身陷囹圄，怎么把消息送出去呢？唐俭想到了尉迟敬德，他把尉迟敬德找来，让他放了自己的手下刘世让，然后由刘世让给李渊传递消息。刘世让马不停蹄地赶到蒲津时，李渊的船已经到了黄河中流，他要去独孤怀恩那里视察。听到刘世让的汇报，李渊大吃一惊，说了一声上天保佑，马上返回。通过尉迟敬德，唐俭救了李渊的命。唐俭在监狱里做了两件大事，让后人看到他的智慧，也让李渊更加看重他。李世民当了皇帝后，还赐给他一个免死金牌，当然他之前和之后的表现也都对得起这个免死金牌。公元627年，唐俭第一次出使突厥，他带回了流落异域的隋炀帝萧皇后，顺便还了解了敌情。公元630年，唐太宗一方面派唐俭再次出使突厥进行谈判，一方面派战神级大将李靖等人兵分六路，十多万大军一起进攻，突厥很快被打败。唐俭虽然没有参加正面战场，但他的作用也不小。战争结束后，唐俭被封为民部尚书。在跟随唐太宗一次打猎中，一群野猪从林子里冲出来，唐太宗豪情顿起，四支箭杀死四头野猪。但惊险的是，有一头受了惊吓的野猪跳起来，都够着唐太宗的马镫了。危急中，唐俭下马刺杀野猪，唐太宗也拔剑砍死了野猪。一头野猪让唐太宗仿佛回到了金戈铁马的战争时代。他回头笑着对唐俭说，你没见过我上阵杀敌吧，比这危急的时候多了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唐俭正色回答，汉高祖马上得天下，而不马上治天下。陛下如今已经平定四海，怎能再跟一头野兽逞雄心呢？唐太宗是古代最善于纳谏的皇帝，他觉得唐俭说的有道理，就不再打猎。为了表彰唐俭，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，和他结了亲家。不过我们从这件事上还是看到唐太宗的落寞。当年驰骋沙场是何等快意，现在没仗可打了，打个猎还被人说来说去。唐俭在为官上并不太称职，他经常和人纵情喝酒，而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不过凭着揭发独孤怀恩谋反和劝谏唐太宗打猎这两件事，足以让人看到他对李唐王朝的感情，对李渊和李世民的感情，因此他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